很美呢。前面在哪儿？怎么人不见了？我上厕所给耽搁了几分钟，等我赶到停车场的时候，阿美，哦不，陈美，陈美就已经被架上那辆车了。谁让你上厕所的？车走了，你不是要追啊？你不是会武功吗？可是，这再厉害的武功，他也追不上汽车呀。又不是拍《卧虎藏龙》。那车牌号您总该记得住吧？我没注意。那我要你这个保镖干什么？啊？那你总该分辨得出绑架陈美的人长什么样吧？我一时紧张，还真记不住他们长什么样了。那是男是女啊？这个年头啊，要辨清是男是女，还真要有点本事。你少给我装蒜，陈美是跟你在一起的，她跟谁走了，你不会不知道。你说话客气点，我为什么要知道？废话，你是她的公关，你必须得对她的失踪负责。那是要对陈美的隐私和名誉负责。哎，好了，你们俩别吵了，行不行啊？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。哎，我是担心陈美的安全呀，她万一遇到坏人怎么办呢？雪莉，这你不用担心，陈美武术高强，如果真的遇到坏人的话，那应该是坏人的不幸吧。哎，对呀，连我都打不过他。如此说来，他不会被绑架吧？是不是被认识的人接走了？他们根本是知情的，他们就是故意和我们作对，把陈美放走了。雪莉，你要知情，最好说出来。陈美突然失踪，对你我都没什么好处。是不好向网络公司交代吧？你们把陈美的隐私出卖给网络公司，有向陈美交代过吗？那么今天陈美跟谁走到哪里，也没必要告诉你们。听着，老姑婆，你今天只不过是一个公关，我们和谁签合同与你无关。你最好放聪明一点，把陈美的下落说出来，要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说话客气点，我是没资格说什么，但是我有资格决定，我不干了。雪莉，雪莉，雪莉！喂，谁啊？哦，崔制作呀。啊，你放心，陈美我一定会找到的。啊，你的节目一定不会开天窗，好吗？你还信不过我吗？啊，好，好，好。社长，别叫我社长，都是你出的馊主意。我说要出事儿吧，我早就要出事儿。社长英明。英明个屁呀！要英明的话，我就应该防患于未然，不让你搞那个什么网络真人秀了。哎呀，你现在让我怎么办啊？节目还做不做？如果媒体知道了，我怎么交代啊？社长稍安勿躁。我能不躁吗？我能不急吗？我不管，反正你得把陈美给我找回来。要找不回来，我撤你的职。我，哎呀，一有事的鬼喊，事后诸葛亮谁不会啊？你看什么？滚滚滚滚滚滚滚！不行啊，
阿美不能住我那，我向头号怀疑的对象，他们一定会找上门的。是啊，说不定现在已经在家门口了呢。那就先住这里吧。哎，更不行哦，你是主编，这件事不可以把你牵连进去。是啊，你不想成为八卦新闻的主角吗？杂志社主编跟后天美女同居，我连题目都想好了。还有文熙，你忘了？那更糟了。你们三人行？神经啊你！对了，哎，土豆哥不是租了个公寓吗？阿美，你们那边的钥匙？那你就暂时住那儿。我反对。土豆和魏振国打过架，他们一定知道土豆这个人。他们只需要在管理处找到那个住户名册，就一定知道陈美的下落。还是先住我这儿吧。主编，你不用出面了，我自己去和他们交涉。哎，不行不行，都不行都不行啊！你不是他们的对手了，魏正国能言善道，你说不过他了。是啊，你跟他签了一年的合约，他让你做什么你必须做什么，不然他会告你违约的。我又没有做什么亏心事，我不怕他们告啊。先别激动，你放心，你是我找过来的人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我都不会撒手不管，我一定会帮你讨回公道。我不想连累你。是文熙，我就知道你们都在这儿。怎么，外面有什么风声吗？风声，外面都风声鹤唳、鸡飞狗跳了，是吗？是啊，你们啊，一个个都关机，梁尚卿、魏建国找不到你们，就全部跑来骚扰我，我手机都快被打爆了。哇！好精彩，好刺激哦！刺激你个头啊！总监，他们知道你来这里吗？不知道。哎，你们到底在搞什么？搞绑架吗？出了什么事啊？陈美藏在这儿。哎呀，反正我们还有空房间嘛，就让她暂时在这住几天嘛。你知不知道陈美现在是媒体的新宠儿，是魏振国、杨尚卿的大红人、摇钱树。你把这样一个烫手山芋放在家里面，你知不知道什么后果啊？你小声点好不好？你们听到什么？没有啊，他们说话像蚊子咬，我什么都听不到。你呢？我就听到什么，他们说阿美是烫手山芋。你不是不知道，这种变态的网络真人秀会对陈美造成多大的伤害，这种阴影可能会影响她一辈子。可是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可能，怎么可能和我们没关系呢？敏倩，你都已经被架空了，这件事情已经彻彻底底与你无关，你干嘛要把自己往身上揽呢？因为我看不下去。我知道，我也看不下去，我也生气啊。可是我们能做什么？我们又能改变什么呢？敏倩，好好好，你大可维持你一向的清高，可是你不要为了这样一个乡下女孩把你自己的前途毁掉吧。你在说什么？难道乡下女孩就不该有尊严和隐私吗？啊，我真没有想到你会那么市侩。我
就你们俩？嗯，对呀。你干嘛啊，社长？陈美在哪儿啊？啊，陈美。哎呦，社长，你慌慌张张个什么劲啊你？哎呦，人都快死了，你就帮帮忙吧。社长，出什么事情了？你们不知道啊？嗯。哎呀，陈美失踪了，你们告诉她在哪儿啊？阿美失踪了。那你干嘛来问我们？你应该去问魏振国才对啊。是啊，外面都说魏振国是陈美的经纪人，我想他应该知道他的下落。哎呦，他要知道我就不来找你们了。拜托拜托，帮帮忙，你告诉我呀，拜托。哎呦，社长，别那么垂头丧气，人不见了可以再找啊。喝茶，没事。你说没事就没事啊？陈梅跑了，大不了她可以回家种田，我怎么办？被告的人是我，赔钱的人是我，破产的人也会是我呀。你那么有钱，赔点钱算什么呢？哎，我哪有钱啊？尽管别人都说我是一个成功的文化商人，可是我是外强中干呐。对不起啊，成功的文化商人是你自封的，别人可不这么认为啊。哎，你，可是我一心一意都是为了杂志好啊，现在市场那么不好，杂志一期不如一期，广告越来越少，我每天干嘛？陪人吃饭，陪人喝酒，陪人洗桑拿，我容易吗？你以为我想喝酒啊？每天喝得醉醺醺的，都是为了杂志好，还不都是为了给你们发工资？哎呦，社长，你怎么了？你有喝酒吗？没喝，我只是想来找你。说说我的心里话呀，美玲，芸芸众生，我也就只能够向你倾诉我的心声了。社长，啊，原来我对你而言这么重要哦。太重要了，普天之下能够救我的也就只有你了。社长，你要我怎么救你？陈美在哪？好，我告诉你，阿美，哎，水来了。社长，喝水，喝水，多喝点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哎，好，哎，好，好，继续，继续。陈美在哪儿？哦，阿美。哎，社长，现在来喝水，喝水，喝水，再喝点水，多喝点水，好吧？够了。陈美在哪儿？阿美啊，阿美。社长，喝水。不可。陈美在哪儿？阿美啊，这。阿美啊，我也好久没有看到她了，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。钱请你来是让你给我推销产品的，你就这样给我推销吗？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要说实话，上实话是说做节目去啊。从现在开始，他就是我们美乐蒂卡拉 OK 的维士，维士就是我们的通常用语，就是维护世界和平。我们终于找到我们的后天美女，陈美小姐。相信我，你也可以做到的。
敏倩，为什么你变得越来越固执了？为什么你变得越来越冷血了？我不想跟你抬杠。我也不想。你这样把陈美藏起来，能藏多久呢？你干嘛给自己找这种麻烦啊？这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捞什么好处。既然这样，那你就听我的，把陈美送回去，好不好？一天不把陈美公寓里所有的针孔摄像机拆掉，我就不会把她送回去。这种事情，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会坚持到底。如果到最后还是没有办法，我会利用法律途径。哎，你们最近有没有听说陈美上了一家真人秀网站啊？那可是24小时大放送，还不如去动物园看动物呢。一群八股就知道叽叽喳喳在人家背后讲话，不用做正经事啊。林姐，林姐，不要走嘛，你和陈美是最好的朋友，这个事情你知道吗？对呀，我们很好奇哦。我跟哎，绝对不能讲出去啊。不小心啊。罗美玲，我平时待你不薄啊，把你养成，你居然敢背叛我！现在，两条路你选，要么把陈美给我交出来，要么，瘦耳朵你给我滚！你要我滚？怎么样？别以为老虎不发威，你把我当病老虎。如果我滚了，谁把你当母老虎赶走那一像苍蝇一样的小蜜啊？美玲，你的大嘴巴可是全杂志社出了名的，怎么突然间守口如瓶起来了？以我对你的了解，你还绝想不出绑架陈美这招，一定是有人在幕后指使你，对不对？我猜的没错吧？陈美可是红得很呀，现在很多人都打她主意。社长，动机可不单纯啊。现在到底谁不单纯啊？后天美女给你们搞得乌烟瘴气，那现在到底是谁的目的不单纯呢？林主编怎么那么沉不住气呀？赶着来对号入座。魏经理，你有一点是猜对了，就是陈美被绑架，全部都不是美玲想出来的。如果你们要怪呢，怪我，我会负责所有的责任。主编。你们俩是集体叛变是吧？陈美是我找来的，我必须要对人家负责。杨社长，魏经理，这就是我的动机，就这么单纯。我不管你什么动机，我就要陈美，你帮帮忙好不好？好啊。如果你们让我交出陈美，你们要答应我两个条件。还要条件？讲。一，把所有的网络上的节目都停掉，拆掉所有陈美公寓里的针孔摄影机。二，重新规划陈美的行程，尽量减少商业曝光。你可以做你的圣人，我是一个商人，我要赚钱。你要想清楚，后天美女计划对我来讲就是一个赚钱的噱头，我求求你，
别挡我财路，行不行？社长已经讲得很清楚，如果你还不明白的话，我可以再补充几句。第一，网络节目呢是绝对不可能停的，违约是要罚款的。第二，你刚才说的从新计划也是绝不可能的，陈美已经安排到了年底。敏前，陈美我是要定了，你要不交人你就走人。识时务者为俊杰，你最好把陈美交出来，这样保住你的主编职位。这年头在外面找工作很难找的。嗯，说得很对。那好吧，这是我的辞职信。我说过，我会对我做的事负责任。主编，你们要我把陈美交出来，可以。可是一定要答应我的条件。我们这个闹剧是从媒体开始，那就从媒体结束。我们媒体上见。敏谦，你这是干什么啊？这种恶劣环境，不待也罢。起跳槽你不肯，现在你愿意为了陈美二话不说就把工作辞掉？我辞掉工作不是为了他，是为了我自己。敏倩，我们好不容易才在媒体跟时尚界闯出一片天，成功的基础是很脆弱，你不要这么轻易把它毁掉。就算你不为你自己想，你应该为我们的未来想一想吧。如果你真的要走，也不用弄得这么难看吧。敏倩，我从来都没有求过你，这次算我求你，把陈美交出来，就当这一切都没有发生过，好不好？我不会答应你，我决定的事情是不会改变的。林敏倩，你这个自私鬼，你的心里只有你自己，你是自私鬼。别给我找回来，快去啊！哎，谢天谢地。
怪了，你明明是在的啊。张总监，你配合着林主编来戏弄我们吧。去了，害我在老板面前没有面子。谁呀？你来干什么？是不是你告诉杨尚卿跟魏振国，陈美住我那儿？社长把你的辞职信退回来了，他没批准。我再问你一次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有什么资格这么做？你不要用这种口气跟我讲话，我这么做是为你好。哎，为了我好？你知不知道，你这是告密。我没有办法，我必须要这么做。从那个陈美出现以后，我们的生活就变得一团乱。他们把陈美弄哪儿去了？他走了。你什么意思？走了？我们到之前他就已经先离开了，这样你满意了吗？敏倩，难道我连一个乡下妹都不如吗？到底是他重要还是我重要啊？无聊。喂，你听我说，陈美走了你就让他走啊，这样你对杨尚卿也有个好交代。不是两全其美吗？你就回去继续当你的主编，当一切都没发生过 ，OK？ 林敏倩，您别着急，我会尽快跟你联系，好吗？行，好。等我消息，好嘞，崔支书，哎呀，是我，我们正在找人呢，没闲着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保证你的节目不开天窗，好不好？你还不相信我吗？好，我这特别忙啊，谢谢谢谢。哎，袁总，哎，真对不起，是这样子的，陈美呢，她父亲去世了，对，她回去了，回去奔丧去了。所以呢，明天你们的产品介绍会他是去不了的。袁总，哎，您先别着急，是这样子，你先听我说，你看这样好不好？明天呢，我调派三个名模给你撑场面，我打半折，好不好？哎，你放心，你放心，肯定会比陈美水灵，好不好？行，那明天我们见，好不好？好，就这样，再见。喂，陈美的父亲去世了。他去奔丧去了啊！哎，他爸真死了？你骗人吧！都什么时候了，还顾得这么多吗？先把记者嘴堵上再说吧。可是你这……哎呀！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好了。什么话？阿美是我朋友，她说我能不管吗？别想那么多，走了。喂，上海这么大，我们上哪儿去找啊？我随便找啊，乱找啊，反正一定找得到了。发什么神经？不是了，主编，我真的知道，我真的知道，他可能回乡了。
过一条快讯，正在进行中的后天师傅，师傅，阿美姐的新闻，师娘，快来看呐！突然失踪而宣告流产，阿美她又上电视啦。关于陈美的突然失踪呢，坊间有许多不同的传言。那么有传言说，这个陈美啊，是因为父亲突然患重病过世，她紧急回乡奔丧，才与制作单位和杂志社失去了联系。你们听听他们在说些什么呀？这是，各位观众，说我患重病过世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负责人这个混账丫头，怎么能这样说呢？这也太伤人了。是啊，怎么可以咒人死呢？这是哪家电视台？我要打电话去抗议。阿美，你在哪儿？你到底在哪儿啊？哎，好嘞好嘞，接着往下看。陈美的失踪纯属她个人行为，和我们杂志社无关，请外界不要过多的联想和猜测。我们已向陈美发出最后的通牒，如果到明天她还不露面的话，我们将保留法律的追究权利。陈美，你要记住，你和我们是有合约的，不能说走就走，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他说什么？还保留法律什么追究权利啊？啊，这是打官司的意思。哎，我们这种正派人家打什么官司嘛？那么由于陈美的突然失踪呢，许多这个商品代言活动已经紧急停摆，那么由她担任固定嘉宾的我爱变变变节目呢，也面临开天窗之余。对此本台特地采访相关陈美失踪了，继续收看。坦白讲，陈美的喜感呢是无人可以取代的，他的缺席对我们的节目确实是有很大的影响。休息一下，广告过后马上。我终于熬出头了，我就知道我的机会来了。你怎么搞的呢？我说过多少次的精气神精气神，你软趴趴的像个娘们儿。师父，阿妹姐如今下落不明，您老人家……你少啰嗦，这天塌下来也得练。哪儿那么多废话，去到那边罚你举杠铃50个。师父，哎，师父说话你没听见啊？快去。阿美，师傅，师傅，你看阿美回来了。阿美，你回来了。真是的，什么借口不能编，干嘛编这种烂借口？是啊，师傅怎么说也是你亲爹，你怎么能咒他死呢？是啊，阿明姐，就是啊。你们在说什么？我咒谁死了？电视我们都看了，电视上说你回乡为父奔丧。什么？阿美，妈，阿美，阿美啊，你可回来了。你到底怎么了？把我们急死了！妈，你看我不是好好的吗？我没事儿。走进屋去啊！爸，哎，别理他，我们走啊，进屋去。快点，进快！哎，坐呀，快坐。妈，
你坐，你坐，你坐，真是一路上辛苦了。阿美，帮我送南屋去了。谢谢。妈，想死你了，这么长时间。阿美姐，你的节目我每期都看，我现在是你的饭食。什么饭食啊？那叫饭丝。我饭丝饭丝，全村的人都很喜欢你。真的？就连王县长，他也是你的饭丝，他还送来一块匾，你看。妈，我还是去看一下我爸吧。哎，别去，你爸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在气头上，你最好别去烦他，一会儿就好了。哎，阿美啊，你在上海好好的待着，怎么突然就……妈，我这次回来我就不回去了。真的啊？嗯，那太好了。主编，嗯，你真的要去乡下找阿美哦？找不到他，心里面还是不踏实。那找到阿美哦，给我打个电话，省得我担心。嗯。还有啊，帮好好骂他一顿，他这样不告而别，真的太不够意思。那要不要我骂完他，把他录下来，回来给你听，怎么样？嗯。录像保重了。嗯。再见。这边再见。再见，保重啊！再见。阿美，阿美，哎呀，阿美啊，啊，外面是闹得满城风雨，你怎么像没事样的啊？爸，土豆哥。什么时间回来的？刚到。那你也不打电话告诉我一声，我好派车去车站接你吗？我知道，这叫炒作。炒作？这现在流行这炒作，那可大有学问了。哎，你是不是和电视台串通好了，演这出失踪的戏啊？你觉得我这是在演戏啊？阿美啊，你真有演戏的天分。哎，你看你这浑身上下都有那股什么来着？哦，对，明星风采。哎呀，爸，你说什么呢你？博仁兄来了。哎呦，这永光兄啊，永光兄啊，我这次呢是专程来看阿美的，她现在呢成了大明星了。了不得，了不得呀！博仁兄啊，挖苦人是吧？哎，你看看你这话说的，你真是的。哎，阿美啊，我跟那个省城日报的王记者说好了，让他独家采访你。不过呢，他得发一条宣传我们化肥厂的这个新闻。哎呀，爸，我求求你，就别在这瞎搅和了，好不好？你这。我这次回来，我就不回去了。真的？那是他们开除你了，还是？是我自己不想做。哎呀，我说阿美阿美啊，你可不知道啊，你这成名以后啊，给乡亲们带来多大的欢乐呢？给那些丑男丑女们带来多大的希望呀？这个后天美女啊，功德无量。哎，那个啊。那个记者说得好，他说那个是那个什么来，哦对，那个野百合也有春天。什么？野百合也有春天？啊？哎，你看这还是人家记者有学问吧？这个野百合也有春天，哎，我不说别的啊，就说他那个名儿啊，我一看，哎呀，让我激动的了不得呀！哎，你再看看你那个屋里那块匾，那是王县长给你送来的，他对你的那个评价那是可高哟。我看呐，还是把婚给结了吧，土豆也等不及了，是吧，土豆？孩子他妈，这不急。你看，你看人家那个大明星，有几个结婚的？
他就是结了那，他也得想法把他离了。这叫那个什么，那个什么来着？是保持神秘感，对，保持神秘感。啊，那个，所以啊，我要大力支持阿美这个后天美女计划。哎，你们，哎，你们年轻人呐，要以事业为重，啊。那个是那个两人这个分开长久时啊，那朝朝暮暮，啊，哎，那是你日记里写的啊。你怎么偷看我日记啊？哎，我是你爸，看你日记怎么了？啊，好了，不说了啊。这个阿美他妈，这个总之啊，我是不赞成你们现在结婚的。会在这车上，人家怕你旅程孤单，所以来陪你嘛。啊，不是啦，我是想说我自己去骂阿美，这样比较过瘾啦。阿美啊，我听电视上说你跟别人签了什么合同，你要这么跑了，人家要告你，抓你去坐牢，是真的吗？